大家好，我是 DJ 亚洲。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上海地铁。上海的地铁规划得非常完善，而且四通八达，在上海搭地铁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那目前所看到，这是地铁一号线，我们搭乘的一个车厢一个情形。那大部分的人也都比较保持得安静，偶尔也会遇到嘈杂的声音哈。那这地铁整个看起来都还不错。而且坐起来也是很平稳的。这是车厢内呢，快到达站的时候的情形。那车上就会有广播，广播就准备已经到站了，之后会把车门打开。那在这个一号线上，我发觉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，也就是他们车上居然配备的有 USB 的一个充电设施，这是我觉得很好奇的一件事，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？喜欢我的影片，麻烦您按赞、开启小铃铛以及订阅，感谢您，拜拜。